走。下一个杨卓荣表演拐角，拐角。哇，这个陈福香真犀利啊！一晚连打三个对打套路啊！作为一个女儿家咁有啊骨嘅精力啊，仲有魄力啊，一啲都唔惊你嘅男仔啊，个男士照样劈你啊，一兜一兜啊，点睇啊？犀利啦！作为一个女士啊，哇，叫一刀啊，犀利啊！啊，刚才咧个双刀对双刀，而家就双枪对大刀，哇，劈佢两下，哇，哎，哦，好嘢，哦，哇，好，啊，俾掌声。啊，佢两个系呢个套路系新啊。新開闢的套路啊，原來都冇啊。